翻咁最後一個部分啦。咁啊，即係我要講今日要繼續講嘅嘢之前又要提一提各位。咁啊，9月30日咧就我哋有個選後嘅聚餐啊。咁啊，10月1日咧就呢個成立2周年嘅暨選後聚餐。咁啊，兩日加埋而家咧，原來就大約係140多位到啦，好似唔知。頭嗰日咧50位就滿曬噶啦，誒仲突咗添。咁啊，第二日咧10月1日嗰度咧，而家就仲有少量餐券，少成幾多10位到啊。咁但係就仲有幾日啫。今日就25日，10月1日。咁啊，希望即係話其他嗰啲仲未有席券嗰啲，就打電話去呢個社民聯度訂。不過咧，就最好你直接上去攞飛啦，俾錢係嘛。咁而家訂咗飛嗰啲咧，就有啲就未俾錢嘅，就唔該你速速呢兩日上去攞。咁啊，如果3日之內你唔上去攞咧，嗰啲飛你就冇噶啦。啊，我哋就會俾第二個，因為就啲位就唔夠，係嘛？咁所以我哋會盡快喺即係呢幾日就全部搞掂曬，係嘛？咁啊，大家唔好諗住話我去現場買飛倫敦大酒樓，對唔住，冇得買，冇得坐，冇得吃，咁啊就冇啦，係咪？所以因為我哋加埋100多位咧，就要個人數計算得好準嘅，如果唔係我哋就會蝕錢嘅，係嘛？因為你訂咗咁多位，你就要俾咁多錢，你冇咁多人嚟食，你都要俾咁多錢，係嘛？多得滯又唔夠位，再擺多2位，係嘛？咁所以我哋希望咧，即係各位朋友，嗱，而家到目前為止最新，即係今日我哋寫字樓話俾我哋聽，就淨係10月1日仲有少量嘅席券，係嘛？就好平嘅啫，138元就蝕埋俾你㗎啦，係嘛？咁啊，仲未有席券嗰啲餐券嗰啲咧，就最好聽日就打電話啊，去社民聯啊，23755338，23755338，咁啊揾阿 Polly 啊，就訂呢個餐券係嘛，幾多位都得。咁啊，最好咧就磅取係嘛，上嚟俾咗錢先係嘛。咁你有啲人留咗，到時唔嚟攞，咁又係一個問題嚟。不過呢種人啊，應該就唔會太多嘅係嘛。因為第二次俾我見到你咧，我就鬧你㗎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兩日都好開心嘅，而家都好多人係嘛？咁啊，第二日咧，而家我哋預咗係88位嘅，啊，咁啊，而家仲有10位左右，啊，即係其實就100多人啫，100多張餐券，咁啊有買趁手啊，嚇，咁啊大家要快少少，仲有訂咗餐券嘅朋友咧，就唔該你聽日最遲後日就攞錢上去攞餐券，如果你後日都唔去攞餐券咧，唔去俾錢咧，咁你就冇噶啦。OK， 我哋就會將張餐券咧，就賣俾第二啲人，因為都有人打電話嚟啊，咁所以喺呢度就特別提醒各位朋友啊，支持即係社會民主連線嘅朋友，同埋希望嗰日落嚟，即係話嚟我哋大家拆翻餐，又好開心嘅，咁啊2晚嘅氣氛都係即係開心嗰種嘅，就唔係話好似造勢大會咁激情嘅冇嘅，好開心啊！咁啊，大家亦都認識下，咁我哋而家亦都有好多新嘅會員，咁啊啲新會員亦都有買餐券嚟嘅，咁嗰日我哋亦都會預留咗10位8位請啲嘉賓嘅，包括即係民主派嗰啲即係友好人士啦，係嘛，咁啊同埋過去支持我哋選舉嗰啲啦，咁啊都會請佢嘅，係嘛，咁我哋都會請民主黨啊，請民協啊、公民黨啊，咁嚟唔嚟係佢嘅事啦，係咪？即係禮貌上，所以我哋就唔會叫佢做促設大會嘅。就是社會民主連線成立2周年暨選後餐會啊！咁呢個就啊，台長你覺得點啊？即係中性好多，係嘛？捉咩節啫都冇節，哇！都一條好漫長、好漫長嘅路嚟嘅係，咪咯，即係有排行，辛苦到極，係嘛？所以我哋冇當係捉節嘅，我哋係選後聚餐。咁特別係嗰啲義工啦，係嘛？你好似長毛新界東都包咗20位，哇！幾犀利，即係幾新界東都20位啊，係嘛？每個區都有啲義工，咁啊大家一齊嚟聚下餐咁樣，咁所以我哋而家仲有少量嘅席券咧，又希望大家可以啊盡快呢兩日啊，咁啊可以打電話去23755338，咁啊可以買飛，係嘛？咁啊呢個講完啦，咁啊大家睇下最近香港都好多事啦，金融海嘯係嘛，東亞銀行擠提。毒奶粉事件啊，初咧就掉以輕心啊！大陸36牌啫，大家諗下，呢個36係全中國最大嘅，仲要喺紐西蘭投資咗40%，但係紐西蘭主動揭發呢個36奶粉有問題嘅，自己倒自己米啊！啲外國人嚟咁，
呢啲咁嘅奶類製品咧，佢最原始嘅就係、是、原始嘅就係、是、譬如啲即係奶農啦，揸啲牛奶出嚟啦，喺啲乳牛嗰度啊嘛，即係佢有個製作過程啦，係嘛？咁大家都知道就係因為加入咗呢啲三聚氰胺，係嘛？將嗰個蛋白質嗰個檢測咧係符合個標準，係咁樣出事嘅。但真相係咪真係出自奶農，淨係奶農嘅問題咧？當然唔係啦。而家發現嘅話，幾乎一check起上嚟，所有嗰啲奶類製品嗰啲副產品，或者需要用呢啲原材料嘅呢啲產品，全部都有事嘅。好出名嗰啲，你哋平時食緊嗰啲朱古力豆又有事，咖啡嗰啲奶精又有事，係嘛？即係外國牌子嘅奶粉一樣有事，係嘛？大家都知道中國係世界工廠，所以呢個毒奶事件真係大件事。中國用400多億美金打造咗一個超豪嘅奧運，中國人民站起來了，係嘛？中國好不容易先利用個奧運凝聚咗嗰個民族嘅意志，好不容易先利用個奧運係嘛，將嗰個民族自即係嗰個即係自信心提升係嘛，好不容易因為一個奧運先令到即係話中國喺國際社會上邊咧有地位，點知一個毒奶粉事件，全面所做嘅嘢全部都係白費，中國人照舊抬不起頭。咪呢個毒奶粉係禍，即係禍及全世界喎，唔係淨係你自己內地出事，唔係講緊你有幾萬個即係嚇嗰啲病嬰喎，唔係喎，全世界喎，台灣首當其衝，數以10萬噸計嘅呢啲咁嘅奶類製品，全部喺超級市場下架封存。台灣的衛生署署長、衛生署長林芳玉要下台，這個是馬英九上台129日第一個內閣的閣員引咎辭職。有什麼咎啊？他將這個三聚氰胺，即是那個最低的標準定了在 2.5 的 ppm。